我们看这一题，它假设哈 ，z 是负数了，是一加二 i， 在负数平面上 ，q 是原点，而且哈 ，pr 哈，分别是负数哦 ，p 哈对应到什么呢 ？z 这一点 ，r 的话对应到呢 z 平方这一点，所以呢这一点哈就是 p 啊，哦这一点，好，然后呢？r 的话是 z 平方 ，z 平方的话就是这个角度叫西塔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 z 的话哈，就是等于那个 r 就是它的长度嘛，一的 i 西塔。那 z 平方呢 ？z 平方当然就是 r 平方呢，一的 i 乘以二西塔，二西塔。所以的话哈，这个 r 的话应该在哪里呢？应该在这里。而且这个也是西塔，哦，然后呢，这个长度是根号五，这个长度是五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，这个 sin 啊哈 ，sin 呢叫 PQR， 叫 PQR， 叫 PQR 就是西塔，西塔，西塔是下列哪一个选项？好。啊，西塔这个西塔跟这个西塔是一样的、啊，好，那我就晓得说哈、哦，这个sin西塔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个长度嘛，长度是根号五的，一平方加二平方嘛，啊分多少？分之那个 y 的话是二嘛，所以是根号五分之二了。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然后分母又理化，五分之二根号五了。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 A。